自然的音乐就是天籁。我们往往把人唱得很好听称为天籁，实际上天籁是自然的东西，自然的东西可以说其实是缺少音乐性的一种东西。比如说云在天空上流动，其实它的声音基本上就没得，这是天籁。地籁是风吹动地上有的东西发出来的声音，比如说吹动一个洞穴它会呜呜的响，或者是吹动风，风会吹动树叶，树叶会哗啦哗啦哗啦的响，这些就是地籁。往往把人唱歌唱的好听比作天籁，实际上天籁不是人的认知，不是人的耳朵那么容易感受得到的。这大概好像应该是庄子的书里面写到的天籁地籁和人籁吧。这到树上面这个咔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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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